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一定输赢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？打拼做头也会出名。江西的星光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光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咱这个电话由俺小同事林定清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来，咱继续来看社会新闻哈。这个妈妈的这个大伯朋友偷吃，哦，小女的这个同学就是小三的啦。来。咱来个看内容吼，这是《自由时报》啊，这个新北，就是新北市报道吼。那么平时这个查甫人经由同居，伊的这个女朋友，伊这个国中啊，这个查某囝，或者小平，用个化名的吼。那么介绍，熟悉到国中同学13岁，伊这个小万化名啦吼。平达波阿盖孙男的小曼吼、哦，用过这个赖吼、哦、来算讲，什么呀？抹出这个黑，爱的这个黑花吼、哦，黑花了后的孙男呀，阿个相约到这个温泉旅馆阿来泡汤爱慕安尼呢。那么事后吼，小平的气噶骂这个小万的讲，根本吼你就是小三啦。那么小万呢，为着自清，那么控告这个平男强制吼，啊来猥亵啦。那么新北的检署的调查了后，认定两个人合意，但是说小万未满14岁，依然以猥亵罪起诉。
偏南安尼啦。那么警方调查，三十六个这个偏南，甲一名三十岁单亲妈妈啊来交往，并甲对方读国中伊的这个查某囝小平三个人同居伫个新北市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旅馆泡汤，吼、哦，啊来抚摸，哦，啊来亲安尼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平南在去年九月透过小平熟识伊一个同学，叫做小万的啦。咱拄好讲这种话名吼。那么两个人经常使用着手机啊，啊来聊天吼、哦，开讲吼、哦，这个软体就是赖啊来联络安尼啦。竟然吼、哦，啊来顺安尼啊来聊出这个开讲哦，聊出这个火花啦。同年的顺啊十一月。哦，平的约这个小万到温泉旅馆，啊来泡汤洗温泉安尼啦。在小万的这个同意之下啦，脱掉吼小万的啊这个衫裤啦，吼、哦、啊来孙阿娘，点么的孙阿娘，吼、哦、啊暖来暖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啊就咧浸安尼，吼、哦、啊当时的孙阿娘安尼，哦，迄种的形容，咱都讲袂出来哩，吼、哦。那么检方的孙阿娘认定讲双方是合意的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双方有同意就对啦。但是哦，小万呢，对不对？伊是算讲未满十四岁哩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在法律上有保护的，吼、哦。那么小万的事后，当然啦、啊，将着过程讲予班上同学阿来知影哩。消息传来传去，传到这个小平的这个耳仔内面哩。那么小平就骂讲啊，这个小万呢，根本是小三啦、啊，啊。那么小万呢，为着家己的自清理，都唔是我要愿意安尼就对啦。哦，那么向警方报案，讲的是那平南强制啊来猥亵伊安尼啦。哦，那么检察官调出两个人哦聊天诶这个记录了后，小万呢伊家己就承认啦。哦，伊唔是讲被这个平南强迫的啦。哦，两个人诶，阵安尼啊离开诶时阵，伊嘛无向旅馆诶人员哦求援就对啦，求安尼啦。哦，检方认定讲双方是合意，所以只是会当将到即个平南哦，以即个算讲未成年伊诶即个什么啊，即个罪哦，啊来起诉。这个骗人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若讲这个，猥亵罪这个未成立安尼啦，未成立，吼、哦，是以未成年，吼、哦，这个是不是什么自主迄什么，啊、我袂记啊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就是安尼先，到这结束，其他的机会，同这个网络，同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